怀孕有保险很重要，这些生产可以给付。我在生我女儿的时候，我有一天拍完一个代言，然后去医院，医生就再也没让我出院，就整整躺了一个月。哇，好辛苦。她是早产，就觉得保险好重要，因为出院要开始缴钱。我一毛钱都没付哎。高龄产妇她会不正啊，各方面的剖腹产，在保险的定义是可以赔的。那一般我们理赔上面有两年的期间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